本档金妹主播叫曾好。反正现在的感情，大家可以点击一下五星五九海饭店的预约，还有同时也可以预约一下母婴争霸赛的初赛。同时喜欢曾好的兄弟们可以点点右下角主持通知，手机用户点击下方的城市关注，感谢大家。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
小姐妹，每个包包飞到带过光棉睡，不花雪月装逼狗狗过去 LV， 昨天很冷所以怎么还没睡，月色巴的包包起了长发，手机里的小青蛙从王府内回家，巴啦啦呜呼啦呼巴巴巴，我头发小仙女早已长大 OK Bro Come party ho， 小姐姐管够的酒肉，网咖无黑付出都要喷他 Q， 几个点了玩起来一宿再一宿 wow， 夏天像 Friday YeahYou're in the doorway, yeah. 再过我晚会 yeah. 完全 OJBK, yeah, yeah. Na na oh na na, 总会有个他。Na na oh na na, 总爱你的专家。Na na. Can't nobody stop me now